大公主猪脚飘出香喷喷气味，各式菜色把费自己家，这是知名小笼包餐厅员工餐。不止菜色天天换，员工想吃什么还能每月票选，重点还不用自己掏钱买。看看另一家寿司店员工餐曝光。 整盘握寿司、生鱼片搭配炸物，再提供一整碗蛤蜊汤。连锁寿司店员工餐大方给，还有三套不同口味，超级啊，就是很丰盛，而且感觉是外面员工餐不会有的菜色，对，会列入小吃的考虑。员工不就省了一个那个餐饮费用了吗？嗯，然后很可观，对啊，那然后时间又可以省下来，做一下休息，下午更该。 干净更好。佛心员工餐据说只要上满4小时就能吃得到好菜色，也让全员工怀念。镜头转到另一家，伴手蛋汁淋在炸猪排上，连锁日式餐厅定时最出名，菜单有什么，员工也能半价点。如果想吃到饱，看看这家饭店员工吃什么。大火炒青菜，还有凤梨排骨一大盘一大盘放餐台。这一家饭店员工餐超澎湃，天天四菜一汤，还有一主菜，让员工假名家。 年节期间，甚至连小龙虾也端上桌，没有什么限制，什么资格，就是不管是今天是正职员工、实习生，或者有那种临时 PT 进来的帮忙的员工，都可以享用。那我们也没有限制。 只要员工餐厅有开午餐、晚餐、早餐都可以享用，就是要证明做餐饮业的不怕员工吃，企业超佛心餐点，想留住员工，先留住员工位。三立新闻娱乐新闻庭台北报道。